放纵，是他抵挡孤单的屏障。你们俗水，我要你们什么？你们，如果爸爸妈妈给我钱，就是很爱我，这就是我的战利品。无人送行，孤单启程。送不送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想见他们。却收获意外，就是很痛，因为有这个妈妈，我就觉得要学会一点忍耐。他为何性情大变？这就是缘分，必须要珍惜。下周一晚十点，《变形记之草样年华》，不怕晒，晒不怕，美肤宝防晒系列，新一季《变形记》正在报名中。